戴一隻戒指之後，我就喺度攬住佢，跟住就講 OK， 好大粒啊 ，OK 啊，咁近先睇得清楚隻戒指咯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叫 Mina， 是一個 KOL， 亦都係一個準新娘。我最近咧就去咗希曼眼科度完成咗 Smile 鋪嘅矯視啦。點解我要做呢個矯視呢？係因為我發覺而家咧我戴 Con 啦，比起我十年前戴 Con 嗰個滋潤度同埋舒服度咧，都已經大大咁減弱咗。而家咧可能我戴一兩個鐘咧，我已經覺得好刮、好唔舒服，好想除佢出嚟啦。咁而呢啲唔舒服咧，除咗影響我嘅表情之外啦，亦都非常之影響我嘅心情。咁我早排咧未婚夫就同咗我求婚啦，咁我就谂啊 ，pre wedding 嗰日同埋 big day 嗰一日咧，咁长时间 stand by 咧，如果我嘅心情咁大影响啦，再加上我表情又唔舒服咧，一定会留下遗憾啊，所以我就想及早咧解决呢个问题，咁到时咧就会有个完美嘅婚礼啦。咁我做完 Smile 鋪大概一個月啦，我已經 feel 到依一個月裡面咧，我嘅生活啦，無論係工作啦，定係日常生活咧，都已經好大嘅轉變啦。講日常生活先啦，咁因為咧我唔需要再擦眼鏡，所以咧同未婚夫譬如煲劇嘅時候咧，我真係可以直接就可以睇啦。尤其是咧拍嘢啊，因為咧之前一直都 inside my head 就係、是、啊冇 color con， 我對眼一定勁冇神啦，一定勁唔靚啦。但其實根本都係即係自己呃緊自己咯。其實反而咧冇咗 color con 咧，我對眼更加能夠交到氣，更加有神，更加上鏡。成個過程最深刻嘅咧就係我覺得希曼眼科每一個 staff 都非常之專業，由術前啦，去講嗰個檢查啦，去到術後啦，同埋講個護理咧，每一個 step 咧都非常之清楚同埋非常之細心啊，令到我咧完全唔需要去驚啊死啦！咁依一步要做啲咩？依隻眼藥水又點樣用噶？所有嘢咧都非常之清楚。有近視問題嘅準新娘，我知道你哋一定有好多 to do list 啦，但我都建議你加多一樣。就是做 Smile Pro 啦，咁咧就唔需要担心嗰一日甩 con 啊、睇嘢唔清楚啊、唔舒服啊，跟住又发脾气啊，所有嘢都可以放低啦。婚礼有咁多嘢烦，至少都烦少一样啊嘛。我都做咗 Smile Pro 啦，你都快啲嚟希玛预约啦。